那三韭菜啥味儿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品尝一下。哎，你看这个三韭菜挺多的，你看，都三韭菜，你看，那块都是。俺采半下子就能落韭菜壳了。你在这采吧，我在这当转一转，挖三斤。你可真是我亲爹。啥呀？袋子太大了吧？行，那个袋子还扛瓜。你没有小塑料袋啊？我要采这半下子，我得薅这个。那个，你薅了，你回家自己吃吧。这个大袋子行不行？妈呀！哪个他也不小啊，袋子啊！你真向着我，就这一点一点的，我猴年马月能装满袋子。根儿它也干净。这山韭菜长，我老爹告诉我这是山菠菜，再薅点这个回去打汤喝。采野菜的感觉真好。采多少了？哎，小丫头，咋呀？哎呀，韭菜盒子出来了。你给我采点啊，把这一片咱采完，咱就好回去了。哎呀，过两天更好采，过两天都大了。就吃最鲜嫩的，就要这么长。太小了，不好采，我采了都进我嘴里了。快点儿的，干活。好。哎呀，半袋子了。你尝尝味儿，大山里的。这划了一把草回来，你糊弄我呢你？对呀。啥味儿？哎，韭菜一个味儿的。这个给你妹妹累够呛。辛苦我们小叨叨了，薅头发似的，一根一根薅。我这四块钱的韭菜，你看多少？那不一样，人家是纯野生的。对。今晚吃韭菜盒子打菠菜汤。老大姐捡鸡蛋，出来也不打一个伞。来跑，怎么跑财务多呢？哎呀，俩鸡蛋，错，滚，就这么一只溜达鸡，人家给了没舍得杀。我要胜利了，我要成功了，就剩这点了。我姐这么一挑，好像我采挺多呀。本县没少采呀，那个方便袋多大呀？啊，一小盆儿。你姐爱花韭菜，包韭菜盒子好吃，还干净。我这包两种。来两包就行。那可不是两包的事。要发点钱。又来雨了。这韭菜呀，闻着这味儿老香了。现在这韭菜可好，我闻着都想吃，没落呢就馋了。哎，这小麦碎边儿，跟你姥送了几个？送呗。啊，你给他送点鸡蛋。哎呀，焦黄焦黄的，送餐小能手。我在山韭菜包了几个呀？七个。哎呀，不错呀，一人俩都快够了。这两盘是普通的盒子，这一盘是山韭菜的盒子。放这儿。你来瞅一眼，我确定没踩错。你别到时候吃了闹腾。是山菠菜。不错。你好。哎呀，菠菜汤真的老好喝了。真的有菠菜味儿哎。我刚才细细的品尝了一下，咱种的那个韭菜的辛辣味比较重，但这个山韭菜呢没有那么浓的辛辣味，但好吃。好，改天我给你们采蔗麻子，打蔗麻汤。喝完会不会蔗嗓子？